后来我还没有完成，因为有人发现这个黑板呢改成绿色的，对眼睛学生的眼睛好很多，所以后来改成绿板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教黑板，眼睛看着绿色说黑，传天下到现在还是，你进课室看见那个老师用的板挂在墙壁上，你自然就说黑板，啊，对不对？好像看起来我们这块板是白色的，如果放在课室里面还是黑板。基督教会就是这样，因为过特别我们中国人，你算300人、200人、100年、50年，已经都习惯给人家洗脑，洗得非常成功，就是眼睛看见的跟头脑思想的跟嘴巴说的不相同。如果严格来说呢，是神经有问题，明白？因为你一个人里面想的一个，讲的一个，做的又一个，所以你要记得，这是基督教会，这个教会是属于基督的，这不是基督教会。基督教呢是欧洲人发明的，基督教会是耶稣建立的，今天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这种道理呢只有我们中国人可以讲的，因为外国人里面呢没有这个道。我们中国有名正言顺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他们外国人我还找不到怎么样讲法。教会的名字，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耶稣说这是我的教会，传天下。如果你说这是我的东西，没有人会误会，就是来到耶稣说是我的教会，就很多麻烦了，很多烦恼，很多不同的解释，自然的其他人都要叫这个教会叫什么？耶稣的教会，因为耶稣说这是我的教会，我们就要叫耶稣的教会。好像是我说这是我的，人家给我的，现在是我的电脑，每一个人都要说陈弟兄的电脑，陈某人的电脑，这是正常传天下正常简单的道理。耶稣要人信他是基督，你若不信我是基督，你要死在罪中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叫耶稣信耶稣是基督，所以我们叫这个教会叫基督的教会，叫基督教这样来的，希望你们把它搞清楚，因为名称是每一个身份第一个要紧的，这个叫，所以我们叫做基督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基督的，是耶稣自己建立的。使徒保罗给我们确认，在罗马书16:16，2000年前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，清楚啊？2000年前使徒保罗传道，彼得传道，亚波罗传道，还有什么约翰也传道，还有腓力传道，他们不同传道人传一个道，所以出产的都是什么基督的教会。罗马书16:16，这是个非常大的简单的问题。我们中国人也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所以这个圣经呢是我们中国人最能够理解的。2000年前他们种保罗所传的福音，耶稣所传的福音，彼得所传的福音都是一个，所以长出来都是基督的教会，写在罗马书16:16，传天下都应该知道，连我都知道了，我常是这样讲法，连我都知道，他们更加应该知道。主把得救人放在教会里面，这是使徒行传2:47，使徒行传2:47，很可惜，如果你单单读中文圣经呢，你一辈子没有办法发现，
你必须研究很多不同的版本，最好是原文，旧约希伯来文，新约希腊文，最好是原文，那是最好的。不然呢，你可以收集不同的版本，但是你必须要英文的，我们中文你没有办法。可能有一本你有办法，但是你买不到的，就是逐字翻译，英文逐字翻译成希腊文，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英文翻译中文，除非是那一本。如果你买得到呢，要$95啊，而且只有新约圣经。如果你买到那一本，你可以发现好多这些准确的翻译，因为他只顾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不是一句句什么意思。你一句句什么意思呢，就常常会加上你的背景，你已经有了思想，最少有味道在里面。逐字就你单单顾这个字啊，上帝恩待我，我有这个时间，我搞了50多年发现这些跟你们分享，所以也说，也可以说你们非常有福气。使徒行传第2:47，我们中国人是翻译天天加给他们，有一本英文圣经全世界就在最好的，就英王一本直接说加给教会，加给他们呢也可以知道，但是难好多。你需要罗马书12:5，你需要哥罗西西书1:18，我搞了50多年，我知道那条路，那条路一转就知道，发现这个他们其实就是基督的教会，就是教会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一种的时间好好的研究呢，你需要有机会，神恩待你的时候到了，你就有机会发现。使徒行传第2:47，主耶稣把主把得救人放在教会里面，那么我们自然就知道了，2000年前教会只有一个，都是基督的教会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讲。所以启示录里面2:3有7个教会，没有基督教会的名字，他不需要，因为都是基督教会，所以就把基督教会可以略掉，就以 地方名字代表就行了。啊，哥林多的教会、腓立比的教会、以弗所的教会，什么教会？基督的教会。那你现在说发行的教会，人家问哪个教会啊？现在有哪个教会啊？2000年前没有哪个教会，自自然然就知道是基督的教会，所以你讲地方就够了。还有，现在我们基督教会很多地方都有了，我们内部大家基督教会与基督教会来往书信都是地方就够了，这个什么教会可以溜掉，现在还是这样用，传天下非常简单，自然我们就叫这个教会叫基督的教会。耶稣说这是我的教会，所以应该叫耶稣的教会，但是耶稣要我们信他是基督，若你不信他是基督呢，你要死在罪中，那是约翰福音8:24。所以你来到基督的教会呢，上个礼拜三呢，我们有位新来的，第一次来的，今天好像没有来吧，上个礼拜三我就他刚刚来，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，我就常常希望他能够继续来，所以常常安慰他，如果你来这里觉得很烦，来基督教会信耶稣好像很烦，什么都要圣经圣经圣经，哎呀烦死我了，感谢神灵，他说他觉得他很高兴啊，圣经圣经圣经，他不会觉得很烦，他是觉得很高兴，这样你就有机会。所以觉得哎呀信耶稣就信耶稣算了，这个讲来怎么说呢，在吃饭里面来讲呢，我就说有东西吃就算了，我是这样。来到圣经呢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你不能
马马虎虎算算数，因为你要上天堂，圣经里面讲很清楚的，教会是基督这个丈夫的金戒妻子，他英文是 pure virgin， 啊，他是 pure virgin， 圣经里面是形容教会是一个丈夫，基督这一个丈夫，金戒的妻子。贞洁的妻子，处女结了婚，有一个丈夫，他就自然有一个名字，叫做某人的太太，这是全天下都一样。我们在这里啊，因为我是美国注册的，所以我可以签他们结婚证明书，我的名字一签上去，然后呢，举行结婚典礼，然后我签字了以后，我们都宣布。今天第一次宣布某某先生太太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每一个结婚都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结婚那一天，这个女人好像给男人占了便宜哦，你的名字都没有了，这是男人的某某人，这个男人的名字先生太太，这是自然的，必须有的。所以女人一结婚，她就有一个名字，不是坐下来起的，也不要算的，自自然然。我发现有很多人姓牛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你变成牛太太好不好听呢？你就哎呀，牛太太，你讲得好就哇，你很牛，就是好的意思啊，你好像一条牛，那就不好了。你不喜欢人家叫你牛太太，那个姓牛的男人你就不要接近啦。OK， 现在爱上他也不能结婚，你不喜欢人家牛太太，你就不要啦，明白啊？因为你结了婚，你就自然要成为他的太太，这是文化规定。小心啊，这称呼自然正常合法。只有我们基督的教会，那基督的教会就不会做了。基督的教会呢，可以讲这个道，没有其他人能够讲这个道，这是自然、正常、合法。这某太太称呼是结婚来的，你跟谁结婚，你就是他的太太，从此以后到死为止。叫了一个结了婚的处女，丈夫名字以外的太太，淫乱的含义，要小心啊。所以教会的名字不可以起的，教会的名字不能起的，不能坐下来。像我们主这个教会要叫什么名字？是结婚而来的。你的丈夫是谁？你的丈夫是基督，你就是什么？基督的太太。清楚没有啊？要认清楚啊！我们这边有个女孩子结了婚，不知道丈夫名字啊。有的好多，来到信耶稣就好多了，全天下都是。OK， 他的先生叫什么名字他不管的，你叫我先生什么名字都没问题，叫我什么太太都没问题，这个不行的，淫乱的含义，你要小心。你把人家的太太叫你名字的太太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是非常腐败的，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要想清楚。教会的名称称为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，记得啊。第一样，为什么我们叫基督的教会？因为耶稣建立的，耶稣有没有信他是基督？第二样，为什么我们教会基督金戒的妻子，不能含糊，不能搞乱。我姓杨，我的太太是杨太太，我姓郑，我的太太是郑太太，你不能对着杨太太说她也是李太太，你这样搞，人家丈夫有一天可能把你杀掉，要小心啊！这个是全世界男人必须小心的。教会也叫做基督的身体，那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基督的身体，小心啊！教会不能起名字的，你是
你跟谁结婚，你就自然是某人的太太。你教会是基督的太太，所以你就基督的教会。教会呢也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不能有名称的，身体都是跟着那个头去叫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着这个人，喂，陈先生你好吗？然后对着那对他的身体说某某先生，是不是啊？神经病嘛，是吧？这不是神经病啊，讲得不好听哦，但很现实，这就是神经病，很现实。传天下要来给我变，请来，我先请你吃饭，来坐下来斯斯文文的变。OK， 教会也称为基督的身体，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还有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三节，很多地方都有。基督是教会团体，我抄出来啊。基督是教会团体的头，他是原始，是死里首先复活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凡事都要照着基督的话、基督的旨意。身体都是跟着头来叫的，从来没有人发神经，神经病到他向头叫一个名字，向他身体叫另外名字，没有的，我还没有听见过。我今天77了，还没有看见过，没听见过，你没有听见过没有？我的头叫什么名字，我的身体叫什么名字，没有的。身体不能独立，有自己的名字。你身体跟头一独立，你的身体是什么？死掉了，你身不独立啊。 OK 啊，现在好像台湾想宣布独立，我要小心哦。 OK， 我们不搞这些，我们搞教会。你身体一直是连着那个头去的，头到什么地方，身体到什么地方，头叫什么名字，身体也叫什么名字。全世界所有得救的人都在这个教会里面。哪一章哪一节？我刚才说了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，全世界，若你是得救的，你都在这个教会里面。全世界得救人合起来，就是基督的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全天下没有人跑得了。这是简单清楚，教会只有一个。耶稣有多少个身体？你有多少个身体？两个、三个啊？好像我们轮胎有个备胎，朋友，好啊。如果我们人有两个身体，好啊，一个是做备胎，这个身体坏掉，再来挖一个出来补上去。我42年前，1974年来到这里，我就是这样搞汽车。我买两部汽车，100块、500块，然后把一个汽车弄好，拆一个汽车来补这个汽车，明白啊？我年轻的时候会搞这个 ，OK？ 两个坏的汽车，明白啊？如果我们人有两个身体多好，现在医师就可以少很多了。我自己这个身体坏掉，就再挖一个出来补上去就行了 ，OK？ 这个不是这样的，人不是这样的，一个头一个身体，不能有两个，也不能有不同的名称，这是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，小心啊！因为耶稣说，我们得救人必须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传天下说，那没有可能，传天下没有完全人，特别是绝对没有人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个话讲起来非常有道理，但是呢，传天下都要下地狱，要小心。所以这个话非常要紧。这是马太福音5章48节，马太福音5章48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。
你必须完全，讲没有完全，感谢神的点我发现，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人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罗马书也是这样讲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不完全，没有人能够自己完全，怎么完全法？小心看住啊！如果你们今天第一次来了，你真是有福气，因为我可能十年讲一次。我们得救人如何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？看住这里啊，来了，接着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所以你今天来到基督的教会，你要想办法在基督里面，就是基督的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基督的心腹，基督的妻子，基督的身体， OK， 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你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清楚没有啊？在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天父里面，这一切怎么连接呢？在这里了，感谢神恩典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，非常简单，我与父原为一。所以耶稣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在父里面，我们在父里面，我们是什么？完全像天父一样的，我们就在他里面了吗？明白吗？理解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有基督的教会呢？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基督教会里面呢？那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你要靠自己去完全哦，那你怎么能够完全呢？如果你能够自己完全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就要废掉了，因为说世人都犯了罪啊。那我们靠什么完全呢？怎么样完全呢？在耶稣里面。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呢？在基督教会里面，在基督教会里面，就在耶稣的身体里面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你就在什么？在天父里面。这还有一个出经文，我以前常常用的，因为这一些比较简单。那是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也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祷告说，愿天父保守这些信耶稣的人，因为我要回天家了，我要求神保守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好像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叫所有信我的人得救人都什么，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在父里面，我们就都什么完全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道如果你今天不来这里啊，你一辈子学不到的。他们只是会告诉你用什么办法告诉你，这是耶稣讲的一个很远大很超自然的一个鼓励，一个勉励，给我们追求要达到那个地步是没有可能的。他们只能解释，我也会吧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高超的目标，叫我们一辈子追求，你追不到也算你得救。他们是这样讲的， OK， 他们想不到这些经文是在基督教里面，因为他们不是基督教会，他们都是基督教然后某某会。当我们在天父里面，我们就自然完全像天父一样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道理知识神只给基督教会的人，这个有圣经证据的。你在任何其他教会，就算他普天下都有，全天下都信他们的，他们也没有这个知识。你今天第一次听见，所以你也要小心，一辈子记得。你曾听见其他教会的人能讲，能把这些经文发现连接起来吗？永远没有，你找不到。你把这几节圣经，第一难处就要发现，第二然后你要怎么连起来，连得合乎圣经道理，
这也是根据圣经。OK， 以赛亚书28:13，圣经是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你必须努力去研究，发现这一点，然后连起来，这是很自然的问题。特意指定，现在有一点，另外一点非常简单哈，小心啊，神特意指定，它英文只有一个班，只有一个字非常好 ，specify， 特意指定。你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啊，我今天经过一个教会，我还看见那些人呢、啊，背着一个大的提琴乐器啊，走进教会去。现在全世界的教会，特别美国的教会，他们要表示他们敬爱神，诚心买2000块、5000块的乐器来赞美神。我们这里连钢琴都没有。如果你不习惯，你必须习惯，因为神特意指定。希伯来书13:15，希伯来书13:15，我们应当靠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献祭献赞美神的祭，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果子，清楚啊， fruit of the lips， 嘴唇果子。 OK， 我们感谢神恩典，我们领事弟兄声音非常好。 OK，我是唱歌最不好的，我的音乐老师啊，考试要听我唱歌，他说他就头痛。我是拼命练出来的 ，OK。所以钢琴是在家里，不是在教堂，在家里练好了，来这里献赞美的诗，神特意指定要嘴唇的果子。所以我发现有非常好，最方便。你带着乐器，现在好多乐器好几千块钱呢、啊，很贵的。OK， 我不讲贵不贵的问题。如果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这里能够买10几万的，我告诉你，10万块的钢琴我们都买得到。OK， 上帝恩待我们，上帝要嘴唇的果子。亚伦两个儿子敬拜神的时候献祭，在神面前献什么？神没有说要的，立刻死掉。所以有时候我现在但愿这个事情发生，全世界有一个礼拜天有几百万人立刻死掉，他那钢琴一响就死掉好多了，就是这样。神特意指定要嘴唇的果子，敬拜神的时候，神要人绝对的听话，你不能出差。摩西对亚伦说：“这就是神所说，我在我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，就绝对听话。神说你献什么祭，你就献什么祭，怎么献你就怎么献，千万不要自作主张。”来到敬拜神，你必须严肃，必须依照圣经。特别今天我只是特别指出这一项，而且上帝恩待我，我特别把这个字指出来给你们知道。那特意指定，神特别 specify 你献你来敬拜我献赞美的祭要怎么献法。常常有人要说，我们去150篇，你看看犹太人的，我们这里很有福气，可惜呢，转弯那边就有个犹太人会堂，他到现在还没有乐器。总而言之呢，亚伦两个儿子敬拜神的时候，加上一些神没有吩咐要的，立刻死掉。在新约的时候，就算你能够做这些，行许多异能，能够叫耶稣主啊主啊，奉主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，耶稣说什么？你是作恶的。做什么恶？没有听话，
马太福音7:21讲得很清楚，耶稣说凡吩咐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接着来，为什么我必须在基督教里敬拜神呢？在其他地方敬拜神，你的敬拜变成无效，那是最好的结果，无效是最好的结果。或者是主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，这是非常简单。愿神赐福保守各位，还有一分钟，我怕耽误你们时间，所以我都这里都是非常守时间的，我是一辈子不迟到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教会叫什么名字啊？基督教会，基督教会，习惯啊，不要基督教啊，基督教会。你基督教呢，你就把基督去掉了，好像台湾要去中国化，美国要去上帝化啊。你说基督，你就把你基督教会，愿神赐福保守，好好的活啊。今天会很冷啊，要小心呀，不要着凉。下午有聚餐。哦，下午我们有聚餐，希望你们能够回来。然后如果特别是今天第一次来的，请你吃饭，不需要带东西。还有然后我们还要开会，愿神赐福保守。看看这个怎么控制。